都对他这个系属今年的超额补加薪，不管是在经费委员长啊，其他的社会福利长方面，在全国都是名列第二。这样的一个推广成绩，我想利用这个先机，让大家掌声欢迎我们每个首先特别掌声感谢一下。他们是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上课，然后看着他就职，我一路哈看着他的主任领导不断的赞叹，不断给他最高的肯定跟感谢。他这样一个打下这样好的成绩，未来的启蒙总监传承，我相信更加能够在现有的优秀经理，现在更加能够超越巅峰。我们也借助大家掌声，给我们启蒙总监他们特别掌声来鼓励一下。启蒙总监从探险第二总监、第一总监到总监开始的话，他一直很用心学习，也投入各项的社会服务的活动，尤其在全国算是一位非常卓越的一位领导师友。我们给予最高的支持，也期待未来能够缴出超越过去前总监所打下一个记录，也对我们滨海区永远在我们台湾保持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。西部区我们的滨海区的各位师友，你们所谓的表现的话，全球师友引以为荣，是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热烈掌声？一个掌声。那今年我们在国庆年会，台湾的师友可以讲是入风头，我们数十位捐款10万块以上的美元的那个师友上台接受颁奖，几乎整个最后压轴的大额颁奖以及最好的颁奖都颁给台湾的师友，台湾的大额捐款者。那这其中包括我们比如 CRP 还是蝉联全世界人均数的第一名，我们2010第三区今年是蝉联是南国的全世界700多个部区当中的第一名。然后我跟美娇总监也是今年度我们全球捐款最多的并列两位。之后我要代表我们的国际基金主席颁发一个特别的技师奖的话，来感谢他的卓越领导人对我们的很深厚的贡献。爱华的话是我全世界第一名，代表全世界第二名，这个画面。